各位，相信很多同学咧都听讲过，入大学之后咧会有四件必做嘅事情。咁我就唔多讲啦。今日我带大家睇下喺图书馆，你可能会遇到嘅八种人，有冇一个系你 ？Let's go。喂，小姐啊，瞓嘢十一点 dead 啦，而家唔需要几时取啊？点解你咁迟先做嘅？我睇下。哇，乜你啲 reference code 错晒？咩人哋总是重复同一样错嘅？嗰啲 code 得嘅咩？唔好扮嘢喎，你高达都未睇过，信唔信得过噶？平时唔好死读书。你再同我过嚟啦。图书馆入面有专业的图书馆主任，他们一般会在掌镇资讯方，即是 IC 旁边的参考咨询柜台当值。当同学找学术资料的时候遇到问题，或者同学有关版权或者学术标示等等的问题的时候，都可以请教他们。唔该晒啊，好彩有你咋，我而家先知咧，原来 reference code 系要咁写。咁先食饭报道啊。得啦。唔得，十点十咯，我份嘢未交啊，系咁先啦，拜拜拜拜。同学，你找书啊？是啊。我看你找了整天还没找到。是咯，是不是被人借走了啊？其实除了学校图书馆，还可以用 Hong Kong All 的服务的。Hong Kong All？ 使用 Hong Kong All 的服务，令你顺利地借到其他院校的书籍。书籍抵达岭南大学图书馆之后，就会有图书馆的职员透过 email 或者 SMS 的方式通知你，简单又快捷。喂，妈，喂，我今日图书馆温书啊，唔翻嚟食饭啊。留汤唔使啦，我今日咧要喺图书馆一日之内 K.O. 晒所有 notes 啊，你哋自己食咯，好冇？我石达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图书馆温成日书，唔好玩啦。二楼 MLLC 除了有旧片看之外，还有大把啱啱落把的新片，大家识做啦。又话上嚟温书嘅，怎么喺度睇戏啊？唔系啊，我读紧科 film studies 嘛，要睇戏噶。继续吹啊！你唔系中文系嘅咩？边首啲嘢轮到你读嘅咩？啊！你嚟得啱啊！你睇下，部机都唔 work 嘅，你快啲帮我搵人睇睇佢啊！好，我而家帮你搵。同学啊，如果要印嘢嘅话咧，系要寻翻个人把
八達通嘅。哦，係咁噶，好，等我查下八達通先。咁詳細嘅打印步驟咧，就可以參考翻牆上面嘅呢個指引。我為咗 midterm， 請 give a day off。嗱，諗翻曬啲書先。其实图书馆想做哪种人都视乎大家怎么看的。这里空间这么大，环境这么好，资源就更丰富啦，大家有时间有机会落来这里享受一下啦。不说那么多了，我先回去 midterm， 有机会再见啦，拜拜。